孩子扭的好用。我们自己家是，我们自己磨一铲，我们喝三壶，我们说自己挣钱就好。那的确是啊，你经常做了，自己肯定搞的那个。之前也做不多啊，我们买了大概四个那种马桶，之前那两个旧的，之前买的人家都挣的多。我的开始学啊，这个防水的后期啊，现在学里面怎么样？里面做的好。里面儿呢，地台啊啥子出来好多了，房子做不够是吧？房子上起了厚积水，如果炸了，如果下了，要不然不修做的不行。材料不好。啊，不修做的不行，现在还是不修做的不行。人家不说，人家专业做的不行。我得慢慢的，套下。